Hello，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《超时空堡垒》。在乌克兰，有个男孩毛毛因为车祸失去了父亲，从此变得十分抑郁，并且得了恐高症。一天，学校组织去野外看日食，因为他的恐高症没敢救同学，在那边心里斗争着。这时，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黑洞，把他给吸了进去。他穿越到了古代，误打误撞帮城堡勇士尤尤解了围，尤尤把他带回城堡，城堡的人在和异族打仗。之后，他经过了考验，成为了战士。但归家心切的毛毛还是想离开这里，他去问了法师回家的方法，法师告诉他找到佩龙石就可以。花花带着毛毛在一个水塘里找到了佩龙石，此时异族来了，他们也想要佩龙石。之后城堡的勇士来了，赶跑了异族的军队，救出了花花和毛毛。毛毛拿着佩龙石来到之前的黑洞，却没有起作用。军事爷爷认为可能是打开的方式不对，爷爷把石头藏了起来。这时天空下起了冰雹，毛毛帮囚犯遮挡冰雹，囚犯却逃跑了。原来囚犯是异族大王啾啾的兄弟，囚犯把佩龙石也给带了回去，却发现只有毛毛才能激活他，就派人去抓，却误抓了一个妹子。军事爷爷也不幸领了便当，毛毛很难过，就决定去营救女生。他一个人独闯虎穴，被啾啾抓住之后，他激活了石头，啾啾却要杀掉他和妹子。弟弟因为感念毛毛的遮冰之恩，放走了他们，弟弟也被啾啾给杀了。异族凭借着巨人大举进攻城堡，城堡武器对他毫无效果，战士悠悠靠着智慧击败了石巨人。之后两边大战，毛毛赶到干掉了指挥巨人的法师，夺回石头扔进水里，啾啾最终被武士悠悠给干掉，而毛毛也回去了现实。这个电影剧情老套，人设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还是讲的少年通过穿越然后自己成长的故事。这样的设定在现在国产片也不会去做了，只能说乌克兰的电影产业还有待发展，不过美丽的风景真的不错。最后问个问题，你想穿越到哪里呢？好了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